给全球华人派先锋的一封公开信。各位派先锋，2024龙年春节越来越近，提前给大家致以春节最美好的祝福。自从2019年3月14日 Pi Network 项目启动以来，已经走过了将近五个年头，在为派赋能之路上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社区领袖、团队长、网络平台主播等，不一而语，可喜可贺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幸福不忘大天朝。为此，我曾志远郑重提出倡议， Pi Network 项目主网开启之日就是派先锋捐建航母之时。具体方案就是，全球华人派先锋可以按照本人祖籍所在省份，或者是目前居住工作所在省份，按照完全自愿的原则，把自己所挖的已映射的派币捐献给上述相关省份的相关政府部门，必须确保给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含港澳台至少要捐建一艘航空母舰，韩信将兵多多益善。没有稳固的国防，就没有安宁的家国，此生无悔入华夏，来世还做中国人。曾志远，2024年1月26日于广州。